所以我昨天听陈主席安尼讲讲，国民党九月二十九号买到孙中山的纪念馆，要讲要刷去阳明山的中山楼。到十月二号了。到十月二号。哦，这我是唔知，我这两天我无看台湾的报纸，无唔知啊。国民党嘛会惊呢？你若讲十万人去围孙文纪念馆，迄围到到底安尼讲吼？卖讲像我那哩二十年前去伫台北车头，迄若讲围到到底围三工三个吼，我相信马英九就差不多要准备落台啊。啊，若无落台吼，伊嘛真歹过。这是经济上的危机啦。外交上的危机，我甲大家讲吼，咱伫遮可能大家拢较知影吼。顶礼拜，国际航空民航组织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伊个 headquarters 是伫 Montreal， 加拿大，邀请台湾，因为美国嘛有足大个帮衬，邀请台湾去参加这个会，做啥物名你知无？China 台北 ，BWHO 国卡拜。世界卫生组织是从，请你是台北，啊，不过伫中国代表权下卡，国际航空民航组织，这是伫咱联合国内底正式的官方的一个 agency， 伊从 China 台北 ，China Hong Kong， 要从台湾香港话，卖叫我看我要出国以前，头着三四天前。外交部欢喜个，因讲是这个 ICAO 吼，诶，这个秘书长的贵宾接到这个因的贵宾，啊，但是伊无讲 China 台北，甲他我要出国迄一天，民进党的一个立委来去搭杀掉迄个邀请函，才知讲从 China 台北，阿妈因个政府讲得真欢喜啊。讲我能当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当参加国际航这个民航组织，但是咱的主权已经是被弱化，咱的主权已经被中国偷得要吞去啊！这是外交的危机啊！所以我希望啦，吼，危机就是转机。我希望讲海外咱同样，不管是伫美国、加拿大、好日本等等，来表达向。马英九政府抗议，先来当用中国台北这个名，即马台湾已经抗议啊！我知民进党台联拢向外交部抗议啊，甚至派代表去。我想海外台人嘛，最近向美国国务院表达不满。加拿大的乡亲嘛，会当向加拿大总理外交部表示咱台湾的不满，这是一个转机啊！我会记得当时1972年的奥林匹克在蒙特利尔开的时阵，几啊百个啊，台湾同乡对美国、对加拿大各地，我嘛去参加抗战，迄阵出道拄啊做总理的。做总理无偌久，啊，厝倒拄啊行车出来，啊，阮阿两三摆个，吼、哦，表示对厝倒抗议啊。厝倒，我总爱甲消停吼，讲、哦、台湾，迄当阵咱是从强势台北，咱开始从强势台北。所以海外的人也有责任，从这个危机，咱台湾的主权被弱化，可能比中国更吞去的责任，表达咱的不满，向马英九、向美国国务院、向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咱的诉求。哦，这个危机才是一个转机，啊，这就是我简单的
要甲大家讲外交上的危机，又是马英九即马，名拢无重要啊，来当参加，甚至我咧甲讲着讲，可能台湾咧甲香港同款 ，China、Hong Kong、China、台北，恁敢会当接受？我想我袂当接受，我袂当接受。民主党执政的时代，我嘛坚持袂当用 Chinese 台北，佫较无可能用 China 台北。2007年，民主党执政时阵，外交部是向联合国要申请一个新的 membership 的联合国，是从什么名？你知无？从台湾啊。那要从台湾的名，要加一点来讲，不是从 Chinese 台北，更加无可能用 China 台北 ，China 台北无可能。但是马英九即马拢会当接受，这就是危机啦。啊，转机就是讲，昨下讲上好就是2016年呢，政权第三遍的轮替，啊，咱就有机会，咱就有机会，叫做一个转机。啊，这是第一部分哈。啊，我甲大家讲，即摆台湾经济上的危机、主权的危机、甲外交上的危机，伫什么所在？咱对台湾的威胁伫什么所在？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安全的威胁，上严重伫什么所在？有人在台湾说现在中国不用打台湾，我以前民进党之前，我的前任 林宗斌不做过副部长，他是一个学者，他在专门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他说现在中国买台湾比打台湾更容易，这是 林宗斌啊，前国防部副部长所讲，买台湾比打台湾搁较简单。啊，这就是中国即嘛，要并吞台湾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法两年前通过，让台湾的一寡产业直接对中国去。控制台商，控制台湾的产业，控制台湾的经济。即马服贸协议呢，佫通过，中国的百姓会当来台湾开旅馆，中国人会当来台湾开计程车，会当来开保险，甚至会当做服装店，甚至。美容院、美容拢会使，即服务业啊，拢开放啊。事实上，即摆中国的资本已经来到台湾啊，因来买房地产，要来买旅行社、买旅馆、买保险，哈。所以，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要买台湾的策略，现在中国哈，去年一年啦，2012年来台湾的观光客超过150万人，今年甲去年的7月。这是行政与交通部的观光局统这个发表的数字啊。今年的前7个月，因为台湾的人的观光客120万，所以那对7月甲12月可能会超过200万，走未去，甚至250万可能。所以即马台湾吼，你甲看游览车吼，
去泰鲁阁啦，去到花莲啦，去到宜兰潭阿里山吼，迄观光客吼，一百台内底九十台拢是阿六啊，阿六啊，啊，这讲的遐足清楚，拢阿六啊，四十六，是阿六啊，是。啊，所以因来当然是来观光，为餐饮业旅馆足爱啊。因安尼都较好，生意较好啊。总是我甲大家讲，中国观光客若一摆内底上少有两个是因的特务，特工人员。我碰到只阿六个观光客，我讲啊，恁来安尼来，伊讲，因来拢有补助，有诶团体是有补助。啊，有补助的人吼，伊就知伫中国共产党下然后。受到补助的人来，迄都是有任务来啊。因去到花莲，去到嘉山基地去翕份机场的相啊，来安尼渗透啊、浸泡啊、通奸啊，啊，所以即摆就是从北台湾啊。啊，所以我昨某提起吼，即摆中国。唔是干呐，观光客一年两百万、百五万、两百万人来。甚至因邀请一挂台湾的政客、政治人物去中国大陆。国民党个长，国民党个立委操作拢起来，干呐王金平也袂去。是啥物原因？中国迄边无必要请王金平，我唔知啊。伊嘛有请一挂民进党个立委去啊。就是讲去遐开会，去遐做学术的研讨会啊。啊，嘛有一个退休的，一个伊前立委啊，去遐观光啊，去遐做生意啊。伊嘛邀请每一年吼，邀请好两三千个大学生去中国大陆的。因外学生有人去中国大陆，我讲你暑假在做啥？伊讲去中国，偌久？两礼拜。我去创啥？伊讲啊，到中国迄边透过什么什么协会吼，来甲邀请台湾甲福建、台湾甲上海飞行机，即嘛有遐俗票吼，可能差七八千块都有啊。啊，两礼拜去中国大甲食饭队去安排啊。一年拢两三千个学生、大学生安尼去呢。啊，我昨晡讲农会、系会总干事，超全台湾遐农会、系会干部拢去过啊。原住民更加多，这些基层的、这些里长、林长，有的是归团体啊。即摆参大家妈祖、北港的妈祖庙，因遐地方归田，讲去啊什么妈祖回国回乡啊，一届去拢两三千人，还是通奸啊，通奸啊，他们的基层一直写可以通奸啊。现在中国我昨晚说他们的国务院的人以前是人透过国民党给他安排行程，现在不用了，他现在直接找说啊要买金蕉，他就叫那个金蕉市场的总干事给他们带去金蕉龙，啊如果要买五十万，就叫他们的虚伪人去那里啊，都有他们的人，都有他们的人脉，因为我等着几个农会干部跟他说啊。所以中国现在透过三战啊，法律战、心理战、媒体战，通奸台湾这些人心啊，透过观光客，透过贸易，透过台商，所以这点呢，这是一个危机啊。但是这个危机嘛，是一个转机啊，敢不是？陈玉林哈，陈玉林，咱国台办，中国国台办的主任。他就四五年前来到台湾，啊，住伫宜山饭店，迄差不多几千人、几万人，中山北路要宜山饭店，拢伫遐，迄嘛毋是民进党办的啊，啊，因迄学生囡仔啊，一寡人要甲抗议啊，都举有诶是举青天白日，有诶是写民进党诶旗啊。